年七月八日离婚，而八日也是两人离婚两周年的日子。恢复单身后，两人也开始过上各自的新生活。不过，社群媒体上的一举一动还是备受外界关注，经常在网上和粉丝分享生活的福原爱，近日就跟风体验 AI 热潮，在网上晒出多张自己的 AI 照片。只见照片中可以看到她有光滑的肌肤，搭配上简单的妆容，看起来很青涩。她看了也问网友说：“我的 AI 像吗？”接着又幽默笑说：“其实我就是 AI。”原来 AI 的发音刚好就是日本名字爱的发音和拼音。而照片曝光后，网友纷纷觉得 AI 照片中几张侧脸的比较像她，但其他正面照就有点认不出来。和他似乎不太像，也在网上引起热烈讨论。